界观其实被社群所控制的。那我们这个专案主要呢是想要，就是在场的各位其实都可以加入我们。当然，比较现在目前急迫需要的是，语义分析，然后视觉，就是图形辨识的一些，还有关键字分析的一些工程师，然后还有写爬虫的工程师。但对于不会写 code 的人来的朋友们来说，其实我们也是，需要你们去帮我们去看一下每一个资讯它的那个立场逻辑是什么。那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我们爬来的一些资讯，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做什么呢？就像前面真的假的，他们在做那个假消息，那我们在做的其实是去对偏颇消息去做分析。因为整个资讯攻击来说，大概30%是假消息，70%可能是偏颇消息。那偏颇消息很多时候是因为改了标题或改变里面某些叙述，或隐藏某些真实的某些资讯，然后就让你的那个价值观会做改变。那我们讲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一方面也希望说大家不要被社群喂食，那我们希望让资讯更中立或者是多立。那这边我都跳过，这个大家有兴趣再看就好了。那我们目前的那个就是第一版已经差不多完成了，然后现在就是再把一些资讯还有一些那个数据的那个逻辑再把它确认清楚，它就可以上线了。但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伙伴来帮忙。那我们基本上每周三的那个晚上的9:30开会，就开会基本上我们是1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呐。那除非有更多的议题的话，会请各自伙伴负责部分，然后他们各自讨论，这样会让大家那个进程会比较快一点。那大概简单来说就这样，谢谢大家。你要找什么人有奖？有奖啊，我先讲这个。好，没关系，谢谢各位，就这样。来。